中国的朋友，赞誉好。今天我挂水，不是别人拍到他，自己拍到自己。耶，天都可以。前几天从香港回来，听到狗周刊拍的雨好克拉拉，场面有点温馨，有点甜蜜，有什么不可以？照片不行，三色嘴对嘴，年轻人都试过恋爱，怎么不可以嘴对嘴？我说真心话大冒险游戏。游戏就是这样玩，真心话大冒险游戏，还有更夸张、更恐怖的，只是你们没有机会看到啊。上集说他把过八个妹，但都说他把过九个妹，两个人还可以互相吹吹，只是好多没有机会看到啊。狗儿啊狗儿啊，真可怜，拍不到照片还要花大钱。如果你们没拍到又这么有空，要不要干脆把宣传照通通拿去用？你真的要放下那身段？你真的要为艺人着想？这是你天生的使命，不适合跟雨好这样牵着你，一直走，就这样。